Studio. We'll see.洗完了，其实没得好冷了，只有十二点多。只要你长得帅，是真的。担心担心啊，那个有电的，好痛啊！要让你来说，别这个现在有个办法，你再买一个。太麻烦了，我们交的这个五块买的，你的手就是五块钱这样差不多。刚刚从这儿。对对对对对。全部都拿完，现在在哪里？哦，他现在跟着我们一家花市。不行吗？我们得执行。我操！
We'll be right back.
他们不能插嘴，真的。厉害，干嘛？啊！你小姑，你这一切都。 有电了，监控吗？过了，不要拆了。有电在，就是说，来电了，它插起。有电，有电了哦。原来了，一直在了。它那个头头上有电。在哪里插了？已经插好了吗？下一集怎么下？我已经放了。好。
Thank you.
Oh.
谢谢，谢谢。龙德飞，哪里？我这边。我有这边。拜拜。
去一下罗马那边，罗马驾驶广场那边，哎，说明有可能收了，有关酒店办的同事，同时散场有可能。好呀，我那个不知我有点问题，我看了消息了，我是发了很多的那种图片啊，图表情，啊，发了300多，直接给我屏蔽了。 我看到那些实时的那个发的信息看不到，至少知道这个软件这个功能了。我走几分钟，走30-40分钟左右。 我每天现在准时守在旁边的。对。站住。走到前面可以听到那个。 声音有音乐的话，就还在开；没有音乐的话就关掉了。好像一般都是9点半就关了。这个和罗马驾驶广场那个，还有前面景外大厦那个，这三个。 人算最多的还有青羊宫那边，吉祥万达那边好像什么，好像有个什么国装队，但是有可能，他那个都是没什么人气。 哦，没有声音了，没声音应该就关掉了，应该走了，都散场了。哦，这边有人也稀稀拉拉的，都已经撤退了。这边也收了，刚刚关。 这边也撤退了，看一下。跟他一样，你们加一个。能不能一样？ 不大楼，现在可能还会就是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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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七十年代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八堡，沿着这个。甘孜阿坝，其实那个鹿耳盖那个位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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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耳盖